者曾文荣台北报道，詹长玉、彭华嘎及顾杰等金淑熙品牌文创尾牙小彬彬全家出动，在彬妈陪同下带住小小彬迷你彬现身，小小彬消失四年再度露面，已是迈入青春期的郭医生，以前圆滚模样已不复见。彬妈说他读夜兽国中课业压力颇大，还爆料他刚上国中每天在学校门口掉眼泪，课业环境让他比较有压力，现在已经习惯。小小彬则自夸事业同心经历的断剑，背很多台词，所以记忆力很好。小彬彬去年11月与第二任妻子小军签字离婚，儿子萌萌并监护权归小军，每年春节可在小彬彬家住两天。被问可以接受爸爸再交女友，小小彬迷你彬颇有默契，快嘴回答没有妈妈没关系，爸爸不要再找新的女朋友，因为三个人一起生活已经习惯了，再加一个人有点奇怪，有我们就好了。小小彬之前曾对媒体夸口要考上建中，现在班上排名大约前十名，他说因为班上全部都学霸太可怕了，上学喜欢同学但读书还好。目前读小五的迷你彬则是棒球的王牌选手，长得又高又帅，不少女生偷下情书的他抽屉。至于谈恋爱，他摆酷又早熟的说要看未来。小彬彬在离婚后振作起来，全心投入工作，不过经济不景气，他从每月最高营收80墨元现在暴跌到30墨元，原本开的二店也先收起来重新装潢。他今年打算结合直播平台推广羊肉炉事业。小彬彬中小小彬组迷你彬，记者王文林社。小彬彬小小彬迷你彬，记者王文林社。小彬彬，记者王文林社。